好啦，今日又翻嚟呢只龙珠啦。今日呢，就冇咩新活动啊，所以就冇咩好讲啦。活动嗰方面啊，都系嗰啲啊，我睇下都系嗰扎新活动啊，仲未开始。咁直接嚟打主线啦，今日啊，红领巾啊，打到啊失手锏。今日仲系有嗰个双惊同埋嗰个双倍行动力啊，即系行动力减半啦。其实即系等于双倍啦，当佢双倍啊。哇，呢个咪好酷啊！冇办法感觉到对方发出嘅气，就冇办法知道我哋系咪占咗上风。我就等你体验下人造人恐怖，出你19号。哦，呢个咪啊，边个啊？呢个家伙都系人造人吗？就凭你哋啲人冇办法打到我啊！我睇过佢张恶搞图，几顶人。你都可以上网问下，如果有人唔知嘅话。哦哦哦！就系个呕心嘅家伙，机械人型嘅人造人啊！咁如果佢系机械人嘅话，就应该叫做就咁叫机械人咯，仲叫咩人造人啊？机械人型嘅人造人，唔系就机械人啦。其实我觉得佢养成个嗰啲咧。嗰啲精嗰啲霸换啊，好似，好似嗰啲精霸换啊，哈，哇，吸收啊，系啦，气被吸收咗啊，头先嗰下俾阿19号嘅威力提升咗好多，唔系啩？你又唔系吸阿孙悟空，你吸佢啊，咁就冇办法使用气功波。点战斗呢？用拳头啦！你哋唔系好轻嘅咩？啊！上咗19号，一口气收拾佢。啊！哎呀哎呀呀！俾啲咁样嘅糟老头做对手，仲可以打到咁狼狈。过嚟帮拖嘛吓！出乎意料嘅救世主，出乎意料，唔通系撒旦啊？17号、18号，点解你哋同嗰个怪物战斗嗰阵时受到你哋嘅帮助？呢个只系还债，我、哦、算你哋两个有翻啲良心啊！等我哋助你哋一臂之力。而且我哋仲欠啊盖洛博士另一种特别债啊，鬼死啊，破铜烂铁啊！即系呢边佢哋都算有良心啊，但系喺未来嗰阵时就唔系咁好心啊，佢哋性格都有唔同啊。诶，咁好彩啊！居然喺呢度传过嚟，跟住攞龙珠啊！真估佢唔到啊！我头先仲喺度揾紧嚟，条路喺边咧？边度有传送咧？啊咩？嗱，佢呢度两边，但系两边都系去同一个地方嘅啊！啊，冇几多分支啊！佢两边咁样都系通去打嗰个咁嘅博士啊！啊！我仲揾紧啦，边度有云嚟传送过嚟？原来就喺嗰度，要行去啲问号嗰度嘅，顶佢肺！好又一粒啦！依家反而好想知道又攞满咗7粒龙珠之后会有啲咩愿望，有啲咩新愿望啊？嚟吧，嚟吧！钱我都唔执，快17、18咯！创造你哋嘅系我呢个盖洛博士啊！
为什么玩笑啊？我有几次屎盖咗我哋，我要对你只有恨。配错音先，唔好意思啊。我自熟性都合理啊，科学家啊，幽灵波动，奇奇怪怪咁鼻音嘅真系嗰啲咁嘅。哇！佢个姿势几型啊，你睇，好有个人风格啊！佢呢个姿势，咁强大嘅力量，怪就怪你自己嘅改造技术。错综复杂嘅思维。哎呀，咁快又满啦！我搞错，都老实讲咧，真系好心佢啊！唉，算啦。喂，笃极都冇反应嘅，真系唔知做乜鬼嘢喎！哟，仲有你啊！死啦你！我唔要你啲咩红领巾。你惊我最憎红领巾噶啦！好，继续。今日又有双惊双行动力，如无意外啊，一间都应该可以啊。我自己玩嗰阵时，应该今日都可以上到八十级。唔知食到几时咧，真系。唔见佢有讲啊！冇谂到会同你哋一齐并肩作战啊！冇咁讲啦，都净系会帮你呢次。你唔好扮到好似好傲娇咁样啦，真系。男人老狗学咩人扮傲娇啫？只会令人觉得呕心。即系傲娇呢家嘢咧，对住啲异性做就觉得啊，都觉得还好啊。男人对住一个男人傲娇就会觉得，唉，实在有点易啊，受不了啊，系咪先？哎呀，系嘛？有冇同感先？我同十九号联手，你哋冇可能赢。Really？正常十七、十八号嘅战斗力，联起手上嚟，应该都唔系你哋两个够抽嘅。点解佢会咁有自信咧？唔知嘅，天才谂嘅嘢，我哋系唔会明白嘅。大费周章改造咗自己，结果咁冇用。十九号都冇咩特别嘛。唔该晒，唔该晒。算系人做人，但系你哋系好人啊。你唔好误会啊，呢个只系回报你哋之前嘅恩情。唉，真系，我哋应该要去揾孙悟空。你哋唔会谂住仲系想同悟空战斗吧？就系咁，高次。冇啩？呢度系边度？呢个咪悟空老豆系嘛？系啦，应该系悟空老豆嗰阵时个 team 人嚟噶。我哋本来应该向住米老星前进先啦。唔系啩？穿越未来喎、啊、你？正常喺佢嗰个年代，佢应该瓜咗噶啦。哦，都过咗一张啦，未知嘅撒亚人，新嘅一张，寻找孙悟空五，哇，又寻找孙悟空，唉，闷啊，我奇奇，拣个
打打他啦，換一下個力量。即头先嗰条友咧都几大镬啊！佢嚟咗一个唔应该嚟嘅世界，你计翻佢嗰阵时战斗力同依家啲战斗力比啦，应该吓死佢哋。喂，呢号杜拉格斯啊，17和18号话要同悟空战斗。人造人原本就系盖洛为咗打败悟空先至创造嘅，嗰啲力量强大嘅家伙，竟然锁定悟空为目标，同父亲战斗之后，悟空就行踪不明。在尋找啊，研究所的事先暂时停止，总之先找到孙悟空啊。他咪又跌咗去个咩次元扭曲啊，又唔知去咗边个时空啊咁样啫啊，唉。咦？佢唔系菲利莎嘅，咦？我头先唔系暗巴达克嘅咩？唔通我读错咗？神奇点解无啦有张技术性嘅喺度？我头先好似系督阿巴达克嘅，又系打翻啲咁嘅卒仔。红领巾军团，你明明完咗啊！你嗰张完咗噶啦，咪又要打啲咩？唉，速度添啊！唉，好彩啊，拣咗个菲利莎，你大镬啊你！你以为我真系督错啊？我系经过咗深思熟虑啊，再经过埋呢个完美计算之后啊，为自己留有一着嘅。呢个系特登去选佢啊。好，如果跟住杀眼人嘅戏啊，或者可以揾到悟空啊，亦都有可能会揾咗阿思路啊。佢都有杀眼人细胞噶。仲有六添啊！唉，我打埋佢啦！唉，打到关，啲咁无聊嘅关卡，嗱嗱声打埋佢算。我有技啊！啊，就你啊！今次冇拣错啦嘛，系佢啦嘛！头先点会啊？拣菲利莎，明明系督阿巴达达噶嘛，又一粒龙珠。以前都系悟空嚟救我，今次轮到我嚟帮佢。你唔好做肥料，其实已经系帮咗悟空啦。我话你真系，呀大镬，用咗个二添，快啲 rain 嘅二啫 ，two， 一就留住先 ，two 啊，哎，一。快啲揾到悟空先得！超能力光芒啊，都好似冇乜睇过呢条有招变嘅，啊！射碌嘢出去，喺前方可以感觉到杀人嘅气啦，咁唔使谂啦。嗱，计翻佢之前嗰个剧情，咁啊，如无意外咧，应该就系揾咗啊头先嗰个啊，即系巴达克嗰阵时，佢同伴嗰条友啊，应该就系揾咗佢啦。迷路嘅冠军，点解唔系撒旦啩？今日玩到呢度先啦，攞埋任务先，攞埋个任务，例行公事咁算啦。又多一粒。
老实讲啊，依家都冇咩边个角色想要噶啦，即系佢依家呢度。啊，仲有个杜拉格斯啊，睇抽唔抽到啦。佢其他后面嗰扎咧就真系，就算你俾张 Wallow 我都未必会用。唔多 Nike 佢后面嗰啲角色。